Hello， 我是丹尼，今天要去一个以前同事的家，地点位于汐止。那我从板桥这边出发，现在要先去吃个饭再过去。他是去年买的房子，然后做了装修，那我就带哥一起去看看吧。Let's go。生活技能还蛮不错的，对面有个顶好，然后也有全联，然后健身工厂可以健身。我现在来到我朋友家了，这边是进来就是一个玄关的部分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旁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个玄关，我觉得做的不好的地方是，应该要做一个那个挂衣。外套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这么多层板好像用不太到，所以感觉对设计失败。对 ，OK， 但这边一进门可以，这个还是蛮方便的。包包啊，那些杂物啊，然后下面就是，我们进来就是客厅的部分了、啊。这个沙发听说是淘宝买的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沙发的4800，四千八人民币。对，差不多是2万多块，是。嗯，旁边做一下财位的布置哦。然后这边有个阳台，窗帘的颜色选的有点太深了，太深了哈，让整体看起来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怎么设计师会犯下这样的错呢？然后电视后面就是主卧室。参观一下，
后面是木做的衣橱。放花盆啊。但是现在没有放。OK， 主卧旁边就是书房了、啊。这是他的办公区域，然后后方是系统柜。对，系统柜。嗯，也是衣橱嘛。对。然后书房旁边，书房旁边藏了一个冰箱啊。啊，这是一个三轮的冰箱，嗯，看起来还蛮帅。那这样子。上厕所就比较尴尬一点，就自己一个无所谓。然后旁边是一个开放式厨房，这个淘宝买的，我觉得很好用，很冒汗的，非常冒汗。这砖其实也还不错。然后厨房旁边是浴室。这也是重新打掉装修的，上面是换气扇。这对于这个厕所没有窗的，所以才一定要装。一定要装这个，要不然很潮湿。然后也是一个三件式，偷偷免治马桶。这个是偷偷吗？对。啊，这个也是偷偷的。让我们回顾一下吧。